大家好，偶是波迷。众所皆知，我的妈妈是古筝有限公司的小白。除了古筝以外，妈妈还有其他半桶水的才艺。她会帮我剪头发，她也给我织了这个东东。这玩意儿可以这样用，哎呀妈呀，也可以这样用。哇哦，我的妈妈还波米啊，怎么了妈妈？练琴了。哦，来了，欢迎哥哥姐姐与叔叔阿姨们一起来哟。谢谢大家耐心的观看。喜欢波米和妈妈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哟。